張凱，Michael， 我以為你唔會嚟添，講個好消息你聽，我聽可能會俾 Donald & Co 踢出嚟。咦唔係喎，呢個消息你應該早我知㗎。對唔住啊，張強，唔使同我講對唔住嘅喎，呢個遊戲根本就係咁玩，我只係諗唔到。 原來你都玩得咁賤格，幫我認命嘅，我死得眼閉。嗱，我輸俾 KC 唔服，我輸俾 Henry 都唔服，但係輸俾你啦，唔到我唔服。我張強睇人就最叻噶啦，但係都睇漏眼。 好想知道 Case 俾咩好處你啊？將泰環集團單 job pass 咗俾你，請你過嚟 Donald & Co 坐我位啊？定係最實際啊？現兜兜袋錢落你個袋？呢兩日個事諗我蝕咗氣。我唔係要你同我解釋嘅，我亦都唔想知道點解你要蝕我。我淨係想話俾你知，我知道爹哋係咩人。 如果想繼續喺佢身邊嘅話，我唔該你繼續演好你嘅戲，唔好俾佢知道佢身邊嘅男人係咁賤格。我嚟都係掟電話打俾你㗎啦，聽電話啦，唔好話俾佢知你見過我，繼續喺佢身邊做翻個好男人。 喂，等你啊！哦，啱啱好完會，係。張強，我係希素，聽到留言之後即刻打翻俾我啊！張強，你喺邊啊？你快啲覆翻我啊！幾夜都好，你要打翻俾我，我哋一齊商量點樣對付K斯。你覆翻我電話好唔好？你應承過爹哋要留喺公司㗎。我知段錄音唔關你事，我唔會俾K斯踢你走。 你喺度做咩啊？發癲你行遠啲！我救你癲，你為咗擅張強偽造段錄音嚟屈佢，你係律師嚟㗎。你小心啲講嘢啊！我可以告你誹謗㗎。段錄音係真定係偽造，唔係由你決定。如果張強真係有講過啲嘢，就唔係我煽佢，係佢自己攞嚟衰。張強唔係你請㗎，你冇資格踢走佢啊！我知張強巴閉係卓雞要重金禮聘請佢翻嚟，佢有特權，咁唔等於佢就係 Donald & Co 話事啊！佢就可以喺公司打橫行。佢違反公司嘅守則，俾人踢出公司係佢咎由自取。聽日開完會之後，麻煩你同佢執清啲嘢走，我會寬鬆佢。我知點解你要咁做，你想公共私仇啊嘛？你老婆同你離婚唔關張強事，係因為佢唔再愛你啊！就算唔關佢事，我都會入去數。由佢入嚟公司第一日，我已經睇佢唔順眼。今次我要佢死得不明不白。 希素係主席，一日有希素喺度，你都唔能夠得逞。佢係公司主席啊，點啊？喺公司佢唔係最大，唔係最惡，最大最惡嗰個係我，K斯撈。我叫人行，如果邊個仲敢企喺度嘅，佢就好似張強咁，死咗都唔知咩事。丁九。 點啊？揾到張強未啊？佢都冇開電話。Martha，你冇辦法證明 Casey 嗰段錄音係假 ？Hazel， 其實你冇諗過段錄音有機會係真。段錄音一定係假㗎。爹哋坐監之前同張強有個協議，要佢喺公司睇住我，直到爹哋出嚟為止。酬勞係爹哋喺公司一成嘅股份。
我唔信佢喺呢个时候会毁约。段录音一定系 Casey 伪造出嚟。佢仲嬲紧张强帮佢太太搞离婚，佢想报复啫嘛。其实我同你一样，我都唔信系张强，但我真系谂唔到啲咩办法去推翻 Casey 嗰个所谓嘅证据。头先我喺度谂，就算我哋证明唔到段录音系假嘅，但系听日个会只要过半数系撑张强，咁 Casey 讲咩都冇用啦。但除了我和你那兩票之外，我想不到有第三個人會幫我們。只要有一個，一個人肯選太，就可以扭轉局勢。你說 Henry？ YT 和 KK 一向都是看 Henry 頭的。只要 Henry 肯撐張強，那他們坐底有四票，加上我們那兩票已經過半數了。你眼睛看不到 Henry 面色嗎？我覺得他不信張強。從來投票動議都是一場交易，你要他的支持，你要他手上的四票，就要找東西跟他交換。我很清楚 Henry 想要啲乜嘢，佢想坐公司嘅主席位。如果我冇估错嘅话，我谂连张强自己都谂唔到办法。如果你唔将公司嘅主席位同 Henry 交换嘅话，听日场投票输硬。我应承过爹哋，主席个位我点都要坐到出嚟为止，我唔会让出嚟。不过听日我会揾 Henry， 点都会劝佢企我哋呢边。先生已經裝門口噶啦，其實 Hazel 你可以翻自己房先。先生翻嚟，我再通知你。唔緊要，我喺度等就得啦。咁好啊，我翻出去先。你有咩需要就叫我咯。佢仲喺我房度等緊我。得啦得啦，如果佢再問你，你話我塞緊車。串啊，同佢四圍兜下。十點鐘開會之前先翻公司。Anika， 你可唔可以幫我睇下呢份嘢咧個數據有冇錯？我晏啲先幫你 check。其實咧唔使擔心喎 ，Hazel 已經上咗去揾 Henry 幫手，只要 Henry 肯企喺我哋嗰邊，你師傅一定冇事。翻嚟未啊？仲未啊！我由朝早打到依家，佢电话都仲未开机。十点钟开会噶啦，佢仲打俾佢，打到通为止。Hazel 同 Henry 倾成点啊 ？Henry 仲未翻 ，Hazel 仲喺房等紧佢。师傅嘅电话仲系唔通啊 ！Anika， 你谂下你师傅有可能去咗边度？有啲咩办法揾到佢？我唔知啊，但系咁迟都唔翻，我谂净系得一个原因，就系师傅真系认输。想看我有份演出的《法政先锋录：幸存者的救赎》，现在在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就有得看了，每日紧贴香港更新，快点 download 这个免费蓝色 App， 随时地煲新剧啦。